个北部地区先就是晴云，其他是落雨，温度13度到14度。中部地区明仔是晴云，其他是落雨，温度13度到17度。南部地区马东是落雨，温度15度到20度。宜兰花莲台东红桃树马东是落雨，温度13度到20度。朋友今晚妈祖是晴云，温度7度到15度。